来，我们会拿到两个杯子，一个高杯，一个矮杯。各位知道高杯子是拿来干嘛的吗？闻香的。有行家法，有闻香的。那矮杯子呢？拿来喝茶的。拿来喝茶的。我们把矮杯子倒扣在高杯子上头。来，我们是最棒的，所以大拇指要在上，中指在下，这样扣着杯子。来，姐姐们，我们一起动动手嘛，好不好？来，中国人认为财为水，水为财，财水茶水要给自己。待会姑娘数到三，我们一起由外往内翻，同时大声喊出我要发大财，好不好？好，比我大声哦。哎，准备好了没有？准备好了。那我们一起动动手嘛，好不好？来，我们一起动动手。来，准备好了哈，一二三，我要发大财！哇，做得好标准。接着换一个手，把高杯子轻轻提起，闻一下茶香，香不香？香。